这个哪里最凉快呢？就是最热那个地方，并不是凉快的地方能纳凉，就是你像在我们村的话呢，是两个地方是最凉快的，一个呢是厨房的门口，因为那个时候就是做饭的话，它是烧柴火啊，所以你呢就是做饭的话，如果做上大半个小时，身上全是汗，当然，你一出厨房门口啊，特别的凉快啊，反差大了，哎，这是一个，还有一个的话呢就是。庄稼地头的树下啊，因为你割麦子是吧，是，对，一直到地头，突然的话一阵凉风吹过来，你在树下边，它就是最凉快的时候啊。